哎，我们看一下西西在忙什么呢？西西，哎，你还搞了这个章鱼架子，这是忙什么呢？拍一个动画呗。你拍动画？你会拍动画？乐高的定格动画有点想做一下。哦，定格动画是吗？我好厉害哦！说真的，这个定格动画我也不会。西西他就学着拍了。哎，看一下他的场景啊，为什么有这么长的一根头发？你掉的，我掉的。西西，那给我们讲一下，你拍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战地的前线那种吗？这是战地前线。你看这里有好多个士兵。哎，他头盔怎么掉了？几个士兵在这里聊天，然后呢，敌人突然就来突袭，然后他们就挂掉了。现在西西要先一步一步的先把这个给拍好，拍好，然后呢就拍一张照。然后呢，再摆一下下一个动作，哎，然后呢，拍一张，然后就摆一下，拍一张就摆一下。你看西西就喜欢研究这种东西，看西西之前一直是很沉迷编程，现在他又开始转移了，现在他的爱好是做这个定格动画。拍了多少张啊？停，110张。这个话差不多10张一秒左右。你怎么不跟哥哥学一下？你没有兴趣吗？你看哥哥都学这个定格动画。现在西西已经把它拍完素材了，现在开始剪辑素材。妈妈，你这里应该以前有下过音效吧？走路。你要走路的音效啊？没有匹配。那你就自己下找一个走路的音效吧。西西要找一个走路的，听一下。它很多种走路声音的素材已经导出来了，现在在剪辑。还要加一些音效啊、配音啊之类的，带喘气的走路声。来，西西，喝个酸奶。酸奶。那音，你之前音频不是这前面部分的高音，后面部分又低音，怎么做？再点一个，然后你就可以移动那个点了，高就高，低就低。懂吗？现在我已经做好了，大家来看一下效果。如果效果不怎么样的话，也轻点喷，因为我只学了一个晚上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两个还没有加音效的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定格动画呢，就是我在网上自学的，有这方面兴趣的可以跟我交流交流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